嗨，大家好，我是 Andrew， 欢迎回到 Death Gambit， 接下来就继续冒险吧。首先的话，先来跟他聊个天吧。Zuma， 他有让你签合约吗？他是那个死神的随从吗？ What? No, I trade a path of spirituality, a liaison for his chosen, namely.You, I can disenchant clutter in your inventory, enhance equipment with the right materials, and can offer guidance regarding your newfound immortality. Or just come over and we'll bongo. I don't care. 什么？他是做什么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东？这是什么东东？这个吗？哦，这个是类似升级的。所以我可以升级我的武器吗？要怎么做呢？嗯？哦，要八颗石头吗？好多。这个是什么？这是用来分解的吗？分解出石头这样子。那这个又是什么？这又是什么？不太懂。为什么作者在打呼的感觉？在睡觉吗？不太懂。这个可以学技能，加200个。可以学到黑暗球，但是要32点智力，这样的话先把一些装不要的装备分解一下好了，先留这样好了，然后再跟他升级武器，把武器提升一下，攻击力应该会比较高一点吧。接下来要16个，不够了。那接下来去，接下来把它打破，只要把它攻击打破，会拿到什么呢？这是什么？又是另一个光环吗？是什么光环？稍微可以帮助回血的。来挑战这个难度更高的，呀，好像蛮痛的。好像不好打，呀呀呀呀呀呀，哇，好痛。最后一下好痛哦，被连续打到，没关系，还可以继续挑战。嗯，又来到一个奇怪的地方了。蓝天白云，呜，突然变成血。
总算成功了，好险好险！话说，有拿到加四的帽子，哇，装备上去了。接下来就先提升一下，等级提升的话，要提升哪一个？提升这个好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挑战右边的那一只了。你怎么在这里？哦，可以学技能耶，可是这个应该有限制武器吧？是这样吗？好像有限制武器。这个陷阱，嘿，嘿，接下来就是这边了，紧张。我之前的羽毛应该掉在这里，嘿，先拿一下。哎呀！被打中，欸，怎么会有？竟然有小兵。我用错了，变成回来，打到一半回家，太尴尬了，只好再来挑战一次。刚刚真的是不小心的，呀，
真不好打。成功，总算成功了，拿到一个盾。这个盾是需求30力量，也太多了吧，30力量。刚好像有人坐在后面。等一下，如果走上面的话，哦，这样就可以拿到这个东西了。赶快回个血，总算挑战完成了。可以再继续升级，再把攻击力提升好了。然后好像可以点天赋，先选择，要选择什么呢？选择这个好了。等一下，现在羽毛有五根，如果把它拿一根来加上攻击力的话，这样会不会比较好？然后天赋就选择这个好了。好，就这样。这个应该是要挑战困难模式。再过来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就有个雕像了。诶，你也跟过来了。Redemption for you yet. Installed when his cash arrived. Rumors would have us believe Cyrodiil's source of immortality lies somewhere within. If you intend to continue this journey, that is where I'm headed.Why you wish to go to Kaer Shorai while already an immortal confounds me. But I don't care much either way. Just know that if you attempt to take the source, I will cut you down without hesitation. 怎么了吗？这边是什么地方？无敌人吧？怎么突然从天而降？这边又是什么地方？哎，这样就回不去了吗？哎，是这样子吗？等一下，过来就回不去吗？是这样子吗？所以如果往那边走之后，要再回来这边要怎么回来？充满疑惑，充满疑惑。这里有一个新的鞋子了，体力加二 ，FIN 是做什么的？怎么办呢？
你又是谁？可以学功。Apologies, you've saved me and I. 这是我之前救的人吗 ？I am Nymeria from Mistra. This, as promised, I have some teachings for you. Shall. 那那个我拯救的人在哪里？记得有两个。另一个在哪里？在这边吗？The dead are restless. If you've no intention of returning, take this with you. 新的羽毛。Serve you better than its previous owner. Leave then, before I change my mind and brand you under the cover. 这里有什么新的招式？之前。新的羽毛类型，240，冷却降低。看一下它有什么。Despite these lands, to the west lies the Obsidian Vale, hunting ground for the nomadic. To the east lies the Bulwark, gatekeeper to the city of old. If you're feeling exceptionally lucky.哦，可以得到更多碎片，这个好像不错。碎片增加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应该比较容易升等吧。先存到1000块再说吧。好，多多要1000块，真是不容易的感觉。好吧，只能继续前进了。先到对面看一看，有什么东西吗？呀，又被打中了。哦，就是你。上面有个东西耶，这个城门是关起来的。用跳的，诶，没有办法。总算拿到了奇怪的盾牌吗？哦 ，S 诶，可是要18点力量。还装备不了，先往这边走看看。这是月亮吗？欸，有人在后面，他在瞄准我吗？呼呼，他威力也太强了吧！还是躲进来比较实在。这个该不会又是要用没有用到羽毛的时候才打得开了？这样的话，这里有雕像吗？这有陷阱。哦，你又是谁？哦，失败了。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吧？这个是什么？又是一个光环，这又是什么的？杀死敌人移动速度会增加。
先往这边走，把我的羽毛还回来，还我羽毛，还我羽毛，还我羽毛。这下往哪边走？大门打开了，然后呢？难道要对付那一只吗？一定要对付那一只吗？嗯，哇哦，有点强欸他。他有点太强了吧，我要怎么打赢他呢？还有奇怪的圈圈，他有点太强了啦，太过分了，他要怎么做呢？我一定要跟他对打吗？从背后闪过去可以吗？哦，又回到过去了。你没事吗？我只是爸爸哪时候回家？很快，希望。但现在只有你和我，不用担心，我会保护你。哈哈哈哈。之后呢？用多颗一点对付他。应该就打败他了吧，这个麻烦的家伙。喂、你又是谁？还可以操控那个吗？神秘的敌人竟然可以哦，可以这样子吗？这是犯规吧？啊！他把那个破坏掉了，可以这样子吗？我辛辛苦苦来到这里，他竟然把它破坏掉了。
前面又是什么地方？哦，这样不好打，怎么办呢？这没办法复原了吗？太过分了，那一只。这个拿来当护身符。这个可以下去。嗯？这边下去是哪里？哦，这里有一个休息的，总算被我找到了。左边难道是这个门？总算被我找到了。再过去还要再开门，之后再继续挑战吧。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如果呢想对我说话，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